想知道一下，就是如果吃火锅买啥买的最划算又好吃？贺一龙，我觉得他会比较倾向于买菜，因为他对肉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我们俩买菜多。我觉得肉跟我们俩肯定会买。我咱们是买像那些菠菜啊。我们就两种菜，一种白菜，一种生菜，两种菜。就其实这样其实很好了。因为咱们只有8块钱，所以要把它花到最大的，咱们不能剩一块，也不能咱俩多一块。咱俩不是吃土豆吗？啊，咱们买土豆，止不住他。只有80块钱呀！又花了80块，火锅绝对不够。这点其实就是赚钱呀。有会员卡吗？行，我发给你。好。我觉得在买菜的地方，我们可能会见了他。哎 ，Hello， 不忘拿钱了，咱结盟吧。不忘拿钱了，我忘拿钱了，我把钱落宿舍。你们给我们安迪，来等等，行，快，再见。那我们仅有的80块钱。20元，哎，你们这么便宜呢？这有啥不一样？这哪个多一点？多一点是吧？这个多一点。这哪便宜？买便宜的，1块多的这些，这怎么拿呀？这拿，这咋弄？哎呦，等会儿。来个轻一点，来个轻一点，一个够了。再说，你看这才1块。一块，这一个不是1块的，不是一个1块吗？对呀、啊，这不花钱，在。哥，吃吧，过死了，好走。啊，对了，咱们可以买薯条扎着吃。还扎着吃，哎，不对，火锅蘸料，反正最后一起吃，你在这藏也没用。对，饮料去蘸，自己找。买一袋，这个5.3，5.1，还是这个，买小的吧，小的。小子，咱6个人喝能买小的吗？对吧？咱也要想一下哥哥。可是老师让你们喝碳酸饮料吗？不让。没关系。然后这是第一个清单，第二个呢就是羊肉卷。现在总共有80块钱，42这个，42。现在我们已经买了67块钱的东西，这羊肉太贵了，真的。这三件就60多了，67.8。就火力橙加上羊肉加上饮料就是。20，这个
好几个月。肉还好。然后饮料，这个是20。琪琪，拿的是微辣的，我拿。真好。咱现在将近12块的钱，能买啥？买麻将，然后买一个。麻将20。大概。我看一下。咱买麻将现在的话，麻将的话，咱先放弃，就看龙哥能不能买上。然后对，不占点也可以，不占点也可以，算出来直接上。咱现在去买虾球吧。买完虾球，然后买一些自己想吃的。12块钱吗？对。用12块钱买虾球，还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姐，给我们10块钱吧，就10块钱。姐就10块钱，就十。姐就真的。10块钱，那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们再答一道题。可以，好。舒漾在三里屯路演中戴了什么颜色的发带？这个我3、2、1，黄色。你看，对了，太简单了，接10块钱，给我们 money， 拿两袋鱼豆腐。为什么要两袋鱼豆腐？老参悟他们的镜头干嘛？给我回来！不是，主要是咱钱够吗？这个多少钱？这个20。是多少一袋？要不那个辣的那个料不要了，太可以了。这样，去看他们买的，他们说买的，咱们可以放下。老参悟他们的镜头干嘛？给我回来！把火锅底料放下，哥们儿。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来这里唱自己的歌。我想想，这要去哪里啊？家乐福。那肯定。余泽宇和舒漾的话，他们两个是，你要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去买肉。你舒漾的话，我觉得他会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买肉多一点。小雨就买粉条。是，狗明瑞和李子豪的话，肯定会买土豆。肉就是肉，你要说什么就是肉。行。底料，我觉得他们两组肯定想不到。底料，他们。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一顿分析猛如虎，猜对指数0.5。姐，你刚刚不是问我们吃火锅需要准备什么？嗯。叔叔，你说，那个一般吃火锅需要买什么吃的？我这时候有点想不起来。如果要让你姐姐说的分三个组的话，我只买方便面。方便面啊。他们其他两个组会想得很周全，你要相信他们成长得很快。嘿，手机要不要 K 个歌？唱啥？唱姐，来，这个是有神现金吗？姐，你看，我觉得这里面挺不错的，咱们进去拍一下。从热榜有没有我们？有啊，是老板。哦哦哦哦！哇塞！天哪！哦，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哦，有 MV 了。这个人好帅啊！那天 Leo drop the mic, pass it away to us。
们相信 hip hop， 只有金钱不吃不断重复。I don't love that， 还没回来，靠粉丝就一霸气外露，一个小姐就能乐在，去表现自己是我态度。不随波逐流 ，from inside out， 坚持自我就算是份烟草。我们的一个源泉是这份煎熬 ，Nobody can take that now， yeah。这信念让我 always stay on top， yeah。不忘初心 ，just keep on shining， never stop，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来这里唱自己的歌。Just the music， 哎，华而不实的不需要，作品高调，但是我做人谦虚和低调。伟大 leaders 将全新的风格缔造，别惊讶，虽然我们的横空出世出乎了你意料。不停的学习，在不断的进步，让内涵变得更加丰富。给乐师的面膜。唱得开心吗？开心。哦，刚刚一共花了20。啊，是吗？哎，月姐。好，现在可以把钱给我了。什么？什么？什么姐？20。别了吧，姐，便宜点，一块，10块，1块1块，好不好？一块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只剩1块钱了。哎，姐啊。加个零好不好？加个零，行啊。我等会儿在后面给我比，我给你画个零。姐把1块给我，1块，关键也是钱，我心好痛。肉，我点呀，怎么说？我们这个，这个应该好。Oh my god！ 哈哈，划我1半啊！啊，要买吗？当然要买啊，一个够吗？你为什么要拿一个火锅底料？你不要底料吗？万一他们如果买底料了？不会的。行，我希望是不会的。万一他们要真买底料，我的遇到是不是李子豪应该会想得起？不会。哎，等等。不要再看了，看什么？哎，罗龙，你喜欢吃榴莲？我喜欢，我不喜欢吃，我喜欢。但是小雨，小雨都是加火锅来吃。我觉得我们买大瓶的榴莲，因为需要买饮料，它很少，需要买什么？问一下。哎，小康，小康，小康，我可不会作弊。喂，加博哥，喂，加博哥，你快回答我啊！我回答着你呢，我这边。啊，喂，加博哥，哎，那个，我们让他们把那口拿出来，买点什么？你们现在已经出去了对吧？那现在指望不了你了。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在这等吧。好，拜拜。拜拜。看我这么可爱的分享。让我来10块钱，来吧。什么？你借我呗？来恶搞他了。